平时是做什么呢？工作？我平时的工作，我俩就是一个土匪，杀人放火。哎呀，我们叫劫富济贫。劫富济贫。对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不管怎么样，你说你土匪的身份，你今天你是走不了的。不是，我们是老一辈是祖传，到我这儿改好了。老一辈祖传。对。就是你父亲也是土匪，对，我爷爷的爷爷是土匪。哦，爷爷的爷爷四辈土匪，我们警察专门抓这种四五辈的土匪。我后来跟他们断绝了父子关系。哪年断绝的？就我出生那年。你出生那年？就脐带都断了。啊，断脐带的时候就跟他断绝父子关系了。对对对对对，当时我就跟那个我妈说了嘛，跟我爸也说了，我就刚剪断脐带就跟你妈说了。我要跟这个土匪断绝关系，是吗？托梦，梦中你说你生一个孩子都会有个先兆吗？在梦里我就告诉他们，我不想做土匪，断绝关系，脐带一断，他们就断了。你就纯为了找包袱吗？在跟我聊天，我是探长吗？不是，这是一个正常的人的那个生孩子的一个状态，很土的土匪。对，挺土的。上辈就是土匪，然后这辈呢就到你这儿就经商了。对，就好了。经商做什么呢？那上面没写，上面没剧本上没写啊，就说我是一个商人。你拿我当傻子吗？啊，我昨天我就告诉自己一定要进入角色，但是在你这儿我始终进入不了，大嘴巴抽你，我想。然后你能告诉我你经商到底是什么吗？卖布，我自己编的，自己编的布啊、哦，布不是应该织吗？编织布，啊，自己编，在家编织布，跟你身边那个小伙子叫什么？秦凯旋，对，他是做什么的？他是我的。小手下，小弟儿，手下小弟弟，他的父母是做什么的？我给你想想，他父母，这剧本上也没有，也是土匪，也断了。我带他从良，从商和从良是俩概念。那以前从良心上来讲，咱们应该从商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你的意思是秦凯旋他的上辈也是土匪，上上辈他爷的爷爷也是土匪，然后呢他出生的时候也是捡了脐带，就认识了你，你俩人就一起经商。对，我们俩一块下山到现在。Nice。 我可以搜身吗？可以啊，来站起来。你看这布都是我们织的。哎，行，我们在案发现场发现一个脚印，我想看看你的脚印。哎，吻合。大家，我的脚都比这纸都大，它不可能吻合。您也不用太牵强，虽然找不着犯人呢，你可能拿我们充数，这没有必要来证明您的证据，是吧？其实你长得挺可爱的，适合说相声。孩子，龙哥。坐。名字？秦凯旋。你的工作是什么？跑单帮。对，但是刚才那个人聊的跟你聊的完全不一样。对，哪个人？张立民大哥。是这样的，咱们两个呢，我们有自己所谓现在的身份，你是土豪，所以如果说出来以后，咱们俩属于山寨嘛。就是我不应该说这个，你也吃过什么？他们现在所有人都没往那儿想。对，这个现在最好的情况就是不要再勾起他们这段回忆了。是这样的，这么复杂，很复杂。这么一说，我跟你说，这么一捋，我思绪清楚了很多，对不对？你就老实交代吧，好吗？先回答我，你来这儿做什么？我跟我大哥吃饭来了。
跟你大哥吃饭。你认识你大哥是什么时候？十六七。是。认识他之后你们做什么？我们就是土匪，等土匪。嗯，很坦白啊、哦。当土匪。我了解我大哥，我大哥这人就这样，他不用你告诉他，那边都说完了啊。结了大概多少年？得有五六年吧。结了多少钱呢？这详细的是我大哥他们计算，我是负责动手那个。有反抗的吗？也不多，不多。晚上。晚上。对。直接弄死还是怎么样？直接弄死。就别问了，直接弄死吧，行行。太多命案了，太多命案了。好，我回归到我们的主题啊。我们今天的死者你认识吗？不认识。他是个什么身份？你不知道啊？教授吗？教授。嗯。为什么杀他？我没杀。我为什么要杀他？杀人如麻的人往往回答很镇静。杀没意义啊，跟我没关系。而他死的时候我也不在。你有不在场证据？对。啊。我很明确的不在场证据，我去取钱了，银行。那你有单据吗？哎呀，我在那边误了半天了。有啊，这不是很富有。哎，先看看。秦凯旋。时间在这儿。时间。对。这是取了3000元整是吧？对，还有1500多块钱。不对啊，嗯，杀富济贫那么多年一共才4000多块钱。我的钱，我岁数小，所以我的钱都给大哥了。把张立民叫过来。把张立民。大哥坐。哎，你是多大认识你的大哥？十六七嘛。十六七。嗯，你刚才的回答是刚剪完脐带。哦。对吧？哥，这来的时候咋没告诉我呢？我不知道他会问这个啊。我说驴啊，是我呀，帮他剪的脐带。哎，你说对了，那他十六七才认识你？不是，是我十六七，他刚出生，我帮他剪的脐带。啊，对。啊，你刚才说的十六七认识的是他十六七，十六七，对，你还小，对对对，他刚出生，我那时候是有那个接生啊，生孩子，对，都会点。那你说你的工作是什么？十六七认识他之后就一直在抢劫。嗯，咱没抢劫吗？抢了，但我们后来是那个从良了。对。因为我们从良心上已经发现了这事儿是错的，后来我们就开始织布。对，他后来喜欢只想剪脐带嘛，啊，觉得就没有啥脐带了，就剪剪布什么的。对，都剪，他都是手艺活。对对，都是手艺活嘛。嗯，好，没关系。对，这样，既然你这么厉害，你帮我剪一个小兔子。